我经济都顺利，怎么做呢？你不看到我手上的饭杆，配合这个盆一起摆。我怎么说了哈？因为你们看到我手上，我等一下看我怎么好用，我教你怎么做。看起来恶心，用起来100个安全，跟这个盆也是有点关系的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个饭杆，如果我们在里面冲凉的时候，你说容易安全吗？啊，如果比如说啊，这个饭杆啊，不小心，你看冲一下，哎呀，掉下来，妈姐，哎呀，当地上很滑，当你捡的时候，不小心捡个，趴下来，因为那个饭杆很滑的，对不对？很滑的。一不小心走过边，走哪边就变成很危险了。OK， 我教你怎么做。OK， 嗯，去，得了，啊 ，OK， 嗯，走了，走一个洞。OK 吗？嗯，啊，奶先生，哎啊，经理跟你说什么？你们刚才这里有说什么啊？今天呢，我就是谢谢这里，因为刚才呢，我示范给你们看了，就是我们冲凉呢，因为对好多人用感应，我不喜欢，太滑滑的，用出来滑滑的，令到我觉得哎呦辛苦，哎呀不，等一下，小小块呢也是，哎呀弄不到了哈。咁啊，然后你看我以前啲番茄，用嚟咗之后，好像那个小小块就准备丢了嗬，所以我觉得整盆已经丢了。现在我发明咗之后不用掉，为什么我这样告诉你们呢？因为咧，当我们用番茄的时候咧，还有注意就是安全。什么位置安全呢？因为呢番茄我刚才解释给你听啦，我不用赘述啦哈，我教你怎么做啦。用啲丝滑咗先啦，先嘅不会很贵。如果你用起来咧，很方便，很好用咧，我觉得蛮适合啦吓。咁咧，你就这里剪一本先，呢、这个裤子整条都可以用，剪条都可以用。呢、这个怎么用先啊？首先咧，你将这里打一个结好先，因为咧呢种咧真的。保我们的安全的，如果你没有那种东西，真的很危险的。因为不小心，因为用感应，我不喜欢，它很滑，好像洗不干净个身体。我也是拿，你看一下，一当多少块也可以。那些以前用，准备就丢了，现在不用丢了，你装起来，装起来了。因为你嫌的很大呢，你又可以剪。我搵啲橡皮，就是。那那个就是橡皮了，那啲橡皮将它咧摆上哪里用？因为那个结合咧蛮好，我就蛮喜欢。这样固定来，咁样觉得很呆啦，嗬。咁啊很呆咗之后咧，你可以这样啊，很呆。咁啊呢个不用啦，如果你皮松的绑得很紧，你绳带很长没关系。咁你剪了，不要呢度不用开。咁每一次咧，当你翻紧咧，用都差不多。为什么？你看起来很难看，其实很安全的，真的很安全的。如果你冲凉不小心咧掉落地上，剪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你翻紧一很滑，哎呦，你就完蛋了。你看啦、啊，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哈。OK， 啊，我也怎么做了哈？就是用一截出来，因为冇用条绳嘅，完全用大的，咪很难固定它。呢条绳嘅唔要，呢条绳嘅唔要，两三条也可以。你皮松，将啲粉粉装进去啦，嗱，跟住很大啦，咁你可以覆出来啦哈，因为真的很安全的，冇说哎呀恶心啊，难看啊，你看咯，你自己喜欢啦哈，只不过我即系给你分享一下哈，就是。用水，每一次咧，最后咧，你用的时候咧，譬如说我弄到这个样子啦，譬如说拿一个盒子最里面啦哈，最里面啦，譬如说咁啊，弄住杯面，呢啲唔好有番茄，最重要呢啲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然后将呢番茄拿个东西啊，譬如说拿什么东西啊，
我不记得，真的没关系了哈，我不记得。OK， 拿点东西弄出来，我找没什么东西也弄出来了。OK， 找个盒子呢，放在里面，皮松比较干了，你自己 design 了。我觉得应该这个盒子大一点，那么弄住这个，好像你用一个叉的，皮松种啊梳子啊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给你看。用个，我就种呢、这个，即系什么？呢度咧比较，好像令到得闲容易风干个番茄啊，放在里面。咁啊，皮梳你这样就弄干了，因为它可以，给它尽量风干，因为有块，丝袜子。如果你们咧用一种啊窗状袜子不适合，就是用丝袜，女孩子穿定丝袜。为什么我用丝袜比较好呢？因为它有一种弹性很薄，嗰啲碱液很，啲番碱很容易走出来，所以如果你用嗰啲袜子啊比较厚的，它就很难弄出啲番碱出嚟，也很难令呢个番碱干，所以你自己 try 多几次啦，真的蛮好用。我用嚟咗之后咧，喂，你看你啦，你自己喜欢就好啦。拜拜。